我提前让我给你抹回来，你看还抹啥料啊？用我来，用我来，那都这够吃两天，抹多我也抹不成。这是够吃两天的。我这都成了多了，能给多抹点，给你减轻点你负担，减轻点，能多抹点都给你多抹。你想想走吧，你也不能这么在家等会儿。这谁的会儿抹地？那真，你抹天下地的时候呢，一会儿抹地，上校就这几年，你当校了，好好好好上校，能照顾好你自己的人，不管家的，家里老百姓谁能闲着？过秋的过啥的，谁也不在家歇，你这。就是这个啥，就是这个劲儿，老百姓都是这个劲儿。你爸你妈都是老百姓，都闲不了，你都别管家了。你都叫。你都踏踏实实都在那，别去家了。在家见见手不短了。哈哈，可没见时间不。终于走完了。嗯。走完了，头头话知道，人上班不上班，或者提前给唱首走的，尽量要。唱首轻巧的。一个人都出来，你看我走一千八的料都给我了，我也不用管了，没事的。只要你能好上校，好好让着来了。你跟石头上老板，你那东西石头好料，好积极料，猪肠料好嘞。那是有劲的。你妈那衣裳啥跟石头了都。那不是今天早晨了，你给我装了就是了。哦，给拿下了，早晨拿，把到饭等走动啊，又找拿这个拿这个的，他就又拿了。拿了身份证都给了。那太岁都过去了，一会儿开始开这等会儿。开始好芝麻，好花生。就是那芝麻也熟了，一椒也熟了，花生都对到一块了。俺花生还得待两天，把芝麻薅回来。要晚走两天，得加锅盖车再走。嗯，包括妈的嘞，你心实话对啊，因为特殊情况，你在家这半年嘞，没往学校走。是不是在家待的不愿往学校走嘞？这不愿意，愿意。这药还是不赖，哎，今天这药还虫也没吃也没坏的，你看天都，还挺干净这药。小姨给我叫早点回去等饭了啊。嗯。明天还在这蹲会儿吧。啊，蹲着呢。叫回去等饭了，白天不拉会儿，十多钟，慌了不拉这药，白天没时间多。